觉得很好玩，我想看一下我自己耶。哦，这样就看得到，就是还蛮轻松的，就是早上。昨天因为比较有累到，所以昨天是睡得很好，然后安排的那个饭店就大到真的很过分。我有拍了很多照片，如果大家想要看照片的话，可以到我的部落格去。不过我目前还没有上传，那等到回来台湾以后，我会把所有海外宣传的照片全部整理到我的部落格上面。那重点是呢，今天上了这个斯通巴达的这个电台通告呢，其实就聊得很开心，然后就是适应新环境的那个电台运作的方式，因为跟台湾就有一些不一样，然后主持人非常活泼，就昨天像就是想到他们昨天在台上那样活蹦乱跳的样子，太大哇，就很开心啦。然后今天还有很多工作，继续加油，继续加油。